站在高楼上，看着地上的小蚂蚁，他们的头很大，他们的腿很细，他们拿着苹果手机，他们穿着耐克阿迪，上班就要迟到了，他们很着急。我那可怜的吉普车，很久没爬山也没过河，他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。可是咱们都没说，让我知道他很难过。我悄悄地许下愿望，带他去蒙古国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一生一过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后开始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来活着，兄弟，我们家所有的宝贝们，咱好好的活着啊！一年一年飞逝而去，还是那一点点小积蓄。我喜欢的很多东西，还是买不起。生活总是麻烦不断，到现在还没习惯。都说钱是王八蛋，可长得真好看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为何生活总是这样？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以后开始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不想这样活着啊，咱得开心的活着。再次将这活着送给你们。慌慌张张，匆匆忙忙，也许生活总是这样。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？不卑不亢，不慌不忙，也许生活应该这样。难道说六十岁以后开始寻找我想要的自由？